这次去垦丁有没有有点失望啊？失望？哎呀，为什么？那、不是，怕我那天跟你求婚。哦，没有啊。不可能啊。你又知道怎么不可能？不可能。真没有失望？没有哎、欸。该不会都会胆战心惊的？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是吗？完全没有。啊，没有期待啊。没有哎、欸，我不会觉得你是那天要跟我求婚哎、欸。是吧？嗯。如果结果到结婚的时候我没有求婚，你会怎样？那我就说，那你就把那个拿个5万块出来给我，他们是求婚的。求婚换现金啊、嗯？好意思啊、嗯？我觉得你要被整。我觉得我从出了机场就觉得有鬼。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先找他们人。就为了你的一句话，很好，说你要求婚，说平时我那时候追你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仪式，然后让你很失望什么的，好吧？就当求婚的时候就一次都补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每天上班也在忙，下班又要忙，对不对？还要怕你发现，还要怕你发现。虽然说很辛苦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可以给你一个浪漫的求婚啊，就是有一个难忘的回忆啊。张婷为了来帮你求婚，我们从8点等到现在，吃便利商店，在那边烤烘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答应哲普的求婚哦。好，哎，张婷，我们为了你的筹备你的婚礼，我们从6点等到现在。哎，所以说你现在答应那个哲普的求婚了啊？如果说你不答应呢，你知道剩我而已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答应哦。林哲普从大概3-4个月前就会开始一直找大家做企划，就是一直。找大家帮忙想说要怎么求婚这件事，而且一直很苦恼。几乎每次出来你不在的时候，他都会偷偷问我们说：“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去哪里求婚？”就是他真的蛮用心的。希望你们之后结婚之后可以幸福，然后好好白头偕老，永浴海河，早生贵子。一直就在演说眼睛痛，所以这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厕所。你有随行卡是吗？对。你傻傻的，你好好骗哦。想想，今天告诉你，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把回合，然后这个是今天赠送的。嗯。好，谢谢。还有这边稍等一下啦。恭喜你哦。什么东西？他说什么？从我100位客送的杯子。这假的？这也是哪一个杯子啊？玻璃杯啊？我觉得这有在，这些是我选的杯子。这假的？我当时去星巴克买，我去星巴克买咖啡的时候，然后你怎么就问我说我喜欢哪一个啊？我的天！这假的，我起鸡皮疙瘩。你这样子，他多送我几个好了。你就跟他讲啊！哎，我刚刚去扫那个什么啊 ，QR code， 华航那个什么，等一下带你们两个等一下去扫，因为我没有。什么华航？扫一下，我是9K 9H 九。哦，对，我9H 耶。9I， 我记得啊，我导游，小旗子，小旗子出动，对啊。9H。对啊。9J， 对啊 ，J 会不会 ？JHK 名字嘞？名字传了吗？还没啊。张一婷。
哦，你没对，你跟我同款。立即为您抽奖。等一下。他写什么？为我奖。什么东西啊？现金红包多少钱？靠腰，为什么你又有啊？为什么觉得有鬼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我下面会被整哎、欸。这假的啦？这什么？张怡婷。哦，那有那个小礼物要给你。为什么他有？这假的？这钱吗？这钱吗？你要不要开起来看一下？是钱吗？是钱哎、欸，因为真的是钱、欸。我觉得你又被整了，为什么啊？等一下，什么东西啊？所以为什么有种转转的？希望有你在身边，未来不是情节，一起领衔来主演最佳男女演员。你就像个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，温暖着彼此笑脸，拥抱相约相守直到天边。终于来到了春天，从此为你隔绝思念。我愿这一生爱着你不变。怡婷，那个一直以来一直欠一个告白，五年前的同学会，很幸运的再次遇见了你，然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对你一见钟情，后来也是费了很大的心思，然后才把你追到手，然后在交往的期间，也一直感受到你对我的好，在我心目中，你已经是无可取代了。然后，所以我对自己许下一个，对自己许下一个承诺，就是要照顾你一辈子，爱护你，守护你，然后永远当你的后盾。然后，就当我牵着你的手一起走向未来的日子。快点！张一婷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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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意。Mm-hmm.